现在有很多是真的独居的长辈，他旁边没有人陪伴，他没有人跟他讲话。我们的志工还常常会去跟阿伯阿妈聊天，然后有时候会带他们去超市。那我记得有一年元旦，我们还一起吃饭，就是围炉这样子，然后让他们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，这样好开心。哇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办很多，不只是照顾他们生活上，还有感情上的，他们也都有照顾到。如果有小贤加入的话，就是小贤会带他们做 TRX 啊，做一些福利隐身和仰卧起坐，训练他们的肌力。阿公哭了，贝卡哭了，贝卡阿公加油！然后小贤在旁边在那边弯腰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每个阿公都哭了，贝卡，希望可以把活力带给老人家。对，阿公每个都为了扛住就能 Q， 就是要这样， okay. 你们就是要有活力，对不对？阿公就是不要退缩，阿公要跳起来，就是聊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们，不要都剪掉哦。谢谢